此刻的新愉悦大家，我是呆萌。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啊，最近微博杯八强已经打完了，虽然是个小赛事，但是能够看到好几支战队的首秀，看点还是很多的，所以咱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几天赛场上的精彩瞬间吧。风的洛完美开团，三人啊一闪无比丝滑，在老干爹 Y 对战 EDGY 的比赛中，15分钟峡谷前锋 EDGY 已经被前后包夹了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于是洛直接动手啊一闪 W， 瞬间控住了对面三个人，乌鸦开大剑姬从后面杀出，直接就先秒掉了男枪。虽然老干爹这边剑姬也倒了，但是滑板鞋和猪妹赶到，两个大招瞬间扭转了战局， EDG 的两人转眼就没了。虽然洛现在不能 R 闪，但是 R 一闪用得好，速度也是很快的。剑姬的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，乌鸦拉到两个人，真的敢接吗？贾克斯状态不是很好，洛要开了，抬到三个人，乌鸦也开启大招。这个时间战斗力顶峰的乌鸦先收掉了男枪的人头，而与此同时的话，风的状态是被金龙球吸了进去，猪妹也是拍马赶到。正面的话，蓝色方的老干爹外大获全胜。山鸡哥奎桑提绕后冲散 WBG 阵型，在 OMG 对战 WBG 的比赛中，22分钟 WBG 先手开团，但是 RK 猴子还是开出了大招，同时山鸡在后面已经单切 Light 了，把 Light 打到墙边，立马大招带过来，第三弹 Q 刚好还锤回了卡萨， Light 直接被秒，卡萨近身也是等死。其实这一波小虎阿卡丽是可以 R1 逼中秒 RK 的，但是一技能用来位移，我有点没搞懂，看看这波怎么样做抉择。这小龙肯定不能直接这么给，要开想开团，第一时间开到猴子交了一个假身，反身找到 Light 这个位置，回头自己后排被切了怎么办？同时大招全身姿态敲回来， Light 直接被秒了。这个位置 AD 一倒，感觉这龙没了呀。艾尔克维鲁斯流畅走 A 射出了一片天，在 BLG 对战 WE 的比赛中，28分钟牙膏加里奥从侧翼暴露过来，后面队友立马过来打架，艾尔克冲在最前，一波流畅的走 A 点死维古斯后，直接闪现向前再点死泽利，之后就是猴子，这被动加上列娜塔 W 再加上致命节奏，攻速起来的走 A 可以说相当考验手速，艾尔克拿捏的还是很到位的。人头是给到 On， 牙膏直接接后排闪现一个永双，给到一个减速，波鲁卡卡不太好走，而且他没有金身的，金身还没转好，要个闪现上去两下平 A 射死，剩下一个猴子想限制一下兵线，直接也被辅助给收掉，这样疾跑还在延续，艾克追着 A。山鸡诺手赛场上起舞，一副一个劈碎 WBG， 在 OMG 对战 WBG 的比赛中，20分钟中路追逐战， WBG 被 Able 追出四个残血，同时侧翼小奶油也到场了，偷下阿卡丽大招切入后排，先把卡萨给秒了，不过惹晒 TP 后面也打出了小奶油的金身，随后山鸡哥诺手到位，钩子配合波比逼灯一个大就劈死了晒哥，触发血怒后直接 Q 闪，然后就在 WBG 高地上开始起舞，那真是一斧头一个啊，猫咪也过来给上加速，山鸡哥追到门牙塔下就轻轻松松拿下了四杀，虽然这场 BO5 OMG 输了，但是山鸡哥的发挥那可是相当亮眼的。这里还有第二段 Cream 来后包小奶油，这波很危险，扎斯来了要偷阿卡列的大上来，没有侠阵，强弩被狂风躲掉，上来再一段差一点点伤害，超神了，先把猪妹拿下，左晒 TP 下来，在人群当中直接被逼动，好像被伤害卡死了，大招出不来，奶妈还劈掉了，闪现再劈，疾跑有奶妈再劈，三杀，刘医生能走掉了，再一劈，四杀了。惹晒奎桑提一个人打四个，霸气十足。在 WBG 对战 OMG 的比赛中，37分钟小龙处小奶油先被卡萨逮到了，这时惹晒赶紧 TP 拦住了 OMG 支援的位置，同时那边队友处理阿卡丽，而落下的惹晒上来就追着卢锡安打，一边输出一边拉扯，这回队友也拼了命的往这里赶，惹晒看到队友到位后再度冲到了卢锡安的脸上，一个人力战两输出，面对卢锡安和船长，惹晒大招卢锡安接连打出了卢锡安和船长两人的近身，这时阿 K 也来助阵了，但是泽晒硬是把卢锡安给拍死了，虽然泽晒倒地，但是 OMG 保命的技能装备基本没了，所以队友很轻松的就收割了残局。绕，他绕到了龙坑的下侧，这正面想逼回城，找到了阿卡丽的位置，直接交一个金身，泽晒亮 TP 一个三连捅，但正面泽晒想去单切对方的后排， Able 这个位置回头继续输出，但是好肉啊，这个奎桑提兄弟们赶紧及时过来保护，给了一剑三阶橘子一解，往后拉开，剩下其洗一套全部洗在波比身上，猫咪文章也开了，直接选择大招进场用金身拖时间，但等帅一个人把对方后排给切住了，三阶没有办法必须回来保护自己的后排，
但最后这一下平安还没点死，最后一下终于是换掉了这个奎桑提，但是正面兄弟们已经赶到了。阿卡丽从家里面刚刚出来，带猫锁舞挂到，先找对方的寒冰，大招一段先穿死寒冰之后，往后继续拉开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，别忘了给呆萌点个赞关个注吧，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